这一台吃鸡三级，它叫什么？三级头。好，什么？现在这台，现在是道具车。各位观众，子弹给他吃下去。来，我们来请对手吃子弹。我靠，又被夹。哇，有点闷欸，不要害死。我有差点被害死。哇，哈哈哈，我都看到了。吓一跳啊。前面也不要走，你已经被通缉了。内线逼出路线，我那个是假内线，真外圈啊！巧力恰气力，巧力假庆技，哇！真香，这进来，哦，太早甩。没事，哦，应该喊一个 double kill， 乔力甲巴拉，应该要边跑边喊这个了，乔力甲巴拉，加速是不是？哎呦！啊，中了什么、啊？有平底锅啊！啊，这平底锅哪时候用？这是护盾的平底锅，是不是？可以防弱雷。哇操嘞！没有，我想要来一个反击的那个，结果没有。哇！还有一圈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东西吃了，还好。哎、欸，小心手榴弹！就这，有炸起来了！给力给力给力！这就是小心手榴弹的威能。第一名在哪里啊？第一名在哪里啊？一前面三个，哦，好像有点远呢，赶快吸一波！看看我的神之护盾，快呀！给死了！啊！哈哈，酷哎，那个飞弹，那个闪电太过分了吧！大家都是熊大，不要这样子，同胞。
角色怎么像升六零？我发现我这样移过来，我看不到我的，有点看不到黑道路线了，右边路线，我那个甩尾剑太过来了一点，我可能再调整一下，有点看不太清楚右边路了。啊，被我手肘挡住。好啦，要 QK 啦。一开就把人家裂死。我怎么跟他一样？没事没事。啊，那个地方是假的。玩不回来。按回来，按回来。我刚刚按那个找那个回来的键，那个什么声扩音键哦。我又按到，因为我那个跟我燃气放得太近了。不准飞石头。